戏，四个人一起分别用角色、地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来进行造句，每个人写在题板上，依次亮出并读出答案。我看你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我都疑惑了。一个两个不办，我也没有，我也才30多，在张张的头上啊，睡觉。说走带你去跑山，为啥在我的头上？有点包子。你说我在什么地方？在吉林。跑山。大喊 RNC UME。有画面了，真有画面了，有画面了。夏之光，我真笑，闭着眼。夏之光在洗。我真的好。什么？夏之光在洗脚盆里闭着眼。说我们又不是好姐妹，说有点味儿。我没想太别扭，结果你还洗给我。迷妹专访的主持人，在小树林里洗澡，说着爸爸我错了。不准写，前面都还准。对不起，爸爸喜欢吗？对不起。樱木花树，我就猜到是他了，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洗澡。你是哥哥还是妹妹？这边解释一下，樱木花树不是樱木花道，我们玉木。樱木花树，树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来个整个正常的啊，行吗？我怕你正常，别人不正常。真正常的啊，我很。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在一起。说正常的，我已经知道就很恐怖。第一个 ，RSC。这不小心。哎呀，拜登人好帅啊！帮妈妈洗脚，什么？帮妈妈洗脚。说我车速太快。什么玩意儿？算我输了，好吧，算我输了。每个人在题板上写一个只有你们自己才懂的暗号，然后大家一起猜是什么含义，讲背后的故事。这个人河马。哦，最后讲了一个冷笑话。你知道为什么河马叫河马吗？因为在河里喝水啊。不对，你长得像马是在河里，因为它喝水是河马。哇哇，这个赞。软语就软语，就是刘老师快给他来个软语，就是说这个灯吧，那什么语？软语，对，软语。开关，提龟啊，椅子，这是什么？是国语吧？那是国语，不是软语，软语是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后？跟那国语还是不一样的。好了，你们俩这个语言不太一样。收工了，我跟他一样。哎，你看。我跟诺诺就懂了吧，就是在我们一般工作的时候，特别想下班了，不好意思给他们说，就写在纸上给他们看，收工了。我的奥特曼，我这个是，没电了。那天晚上，这个是大通铺的故事，大通铺的，大惊险，他的冷笑。啥？大惊险！我们懂。知道大猩猩在动物园里面为什么可以横行霸道吗？因为他敲胸的。啊！算了，放过我。打电话，大哥。都在是。You can call me， 就是。You can。就是比如说，在舞台彩排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比如说，用啊，是为了对灯光的位置。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出来打电话大概60%一样的对，因为就是六，我能拉个钟，90，拉个钟是9，拉钟是这么的，这是9，然后，其实也不是，这个没人按钮，刚听起来，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老说老认识我们这样，没有老说，就刚才在路上放了一遍，被洗脑了啊。我是 Wise 周震南，我是 Now Rap 何洛洛，我是 Rise 的烟许佳，我是 Rise 夏之光。
我是 Rise 的姚琛。我是 Rise 翟孝文。是 Rise 的张元奇。我是 Rise 成员刘野。是 Rise 的任豪。是 Rise 的成员赵磊。我是 Rise 赵让。R1SC Rise 是 Rise 赵让，是 Rise 的成员赵磊，我是 Rise 刘浩，是 R1SC Rise 张延吉，刘秋文 ，Rise 姚琛 ，Rise 蔡光 ，Rise 周雪佳 ，Rise 何洛龙 ，Rise 周震南 ，R1SC Rise。我是 Rise 姚琛 ，Rise 周震南 ，Rise 夏之光 ，Rise 周震南 ，Rise 周震南 ，R1SE Rise 张延奇 ，Rise 张延奇 ，R1SE Rise，R1SE Rise 是 Rise 赵雷。好，大家好，我们是 R1SE Rise。